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54面，454面倒数第三行，从经文看起。若于世时，七宝不弃，自然在前；百味饮食，自然盈满。虽有此时，实无实者。但见色闻香，以意为食，色力增长而无变慧，身心柔软，无所畏惧，是以化去，实之复现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讲饮食自在。啊，我们看注解。经文上第一句话，我们应当注意：若于世时，这个若是假设的、假定的啊。假使你想吃，这个境界就现前；如果你不想吃呢，那就没有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西方极乐世界大多数的人都不再想吃饭了。吃饭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啊！你看，在我们世界，真正修行人啊，一天吃一餐。佛陀当年在世，僧团里面饮食啊，就是中午一餐，叫过午不食。啊，早晨有早晨的功课，功课完了之后就是去托钵，托钵也是一堂功课，啊，吃饭也是功课。所以说是五堂功课啊。那么一餐饭就非常简单了啊。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阿罗汉一个星期出来托钵一次，换一句话是一个星期吃一顿饭。辟支佛的定功更深了，半个月出来突破一次，那也就是两个星期吃一次。我们知道色界天人饮食就断了，没有了，睡眠也不需要了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随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这个地球上人的习性，为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啊，简单的饮食，健康长寿啊。啊，保养身体
不一定要吃很多。可是这个里面呢，还是有学问。人身体确实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啊。这个机器你要会用，会保养，它的寿命就很长。早年李老师告诉我，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中医，他告诉我，他一生给人看病用药，没有一次错误。他敢说这个话。他很谨慎，很小心。他做过司法官，他是司法官判案子，也许会冤枉人。在这他一生当，他不敢保证说一个人没有冤枉过，都不敢讲。但是中医用药啊，他敢说。他告诉我，中国这个医学的目标不是以治病为主，是以什么为主旨呢？是以长生。照中医的理论，人的寿命就这个机器，好好的保养，至少可以用200年。200年是你的天年，正常的寿命。这是中医的目的。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呢，是预防疾病。怎样能叫一个人不生病？这是中医第二个目标。第三个目标才治病。所以治病是第三个目标。治病又有三等。第一等的不必说话，看这个人的气色音声，听他说话的音声，看他的动作，看他的气色，就知道他什么地方有病。这很高明的一生望，看看就行了。那第二人呢，望了还没有把握，他得要问一问，问问你身体啊什么状况啊，我也要询问一下，这第二人。第三人呢，把脉，问了他还没把握，一定要把脉。所以到把脉的时候，我们听老师说了这些话了，称把脉的这个大夫叫三等三的大夫。你看治病是第三等，中医治病第三等。晓得中医第一等长寿啊。这个是西医望尘莫及的，但是中医逐渐逐渐失传了，非常可惜。中医是中国
传统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啊，但是中医不容易学，现在一般人想学中医非常困难。啊，这是诸位同学不能不知道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要学得精，啊，要学得圆满，一定是沉浸心。现在人没有沉浸，啊，困难在这个地方。纵然遇到非常高明的老师，你都学不到他的东西。印祖说的话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。啊，一分恭敬，啊，他讲沉浸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，百分沉浸你就得百分利益，万分沉浸你就得万分利益。没有沉浸，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。那么今天在这个社会，到哪里去找沉浸的人？找不到了。每个人都很想我有沉浸，怎么叫沉？怎么叫浸？他就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学沉浸的时间错过了。啊，沉浸要什么时候学啊？出生的时候就要开始学啊。父母要教你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不是教小朋友的啊，不教他，不是教他念的，《弟子规》是小朋友出生了，婴孩出生了，眼睛睁开了。啊，他会看，他会听。父母大人要把《弟子规》做出来，做成这个样子，让他天天看。啊，他看了三年，学会了。根深蒂固啊！啊，所以婴孩他的扎根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现在没人懂，大家都没学过。啊，我这个年龄还算是非常幸运。生长在农村，如果生长在都市就完了，就学不到了。生长在农村，我这个年龄还学了。啊，三岁以后学已经慢了。啊，到少年时候再学的时候来不及了，怎么学也学不会呀。中国古人确实是太好了。啊，教小孩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教。这中国的古礼
啊，孕妇的骨里，怀孕的这个母亲一定要懂得啊，她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通通会影响胎儿。啊，所以古时候典籍记载着周朝啊，周文王的母亲怀孕的时候，这十个月，啊，言不堪，非礼之色，耳不闻非礼之声，口不出恶言。啊，也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口业。啊，妄语两舌，其余恶口，这决定不可以，影响胎儿。行住坐卧都有危矣，这个小孩心正啊，出生身体端庄啊，出生之后父母要把弟子规做出来给他看啊，父母啊，对他自己父母的尽孝，让小孩看了，小孩看在心里，永远不会忘记。啊，中国古谚语有所谓：三岁看八十，七岁看终身。啊，扎根的教育，三年扎得好，八十岁都不会变呢。他能手持得住啊。啊，这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桩大事啊。啊，我家里有没有后代？有没有杰出的人才？出来，人才是要教好的啊，祖宗有德啊，做父母的会教，后代哪有不出人才的道理啊，文王的母亲三个儿子，文王是老三，三个都是圣人了。啊，文王的妃子太姒也会教啊。啊，你看儿子，武王周公。啊，尤其是周公，孔子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，啊，最佩服的人。夫子一生学周公，也学得很像啊。啊，以周公为榜样。为模范啊，向他学习啊，所以孔子也成为圣人啊。周公是在位啊，
有政治地位。孔子没有，孔子一生平民。啊，但是他的德行、学问，跟有位的周公没有差别。国家社会，世世代代有圣贤出世，就会有长治久安。啊，社会和谐，人民幸福。啊，没有圣贤君子，这个社会啊，不可能没有动乱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在全世界，只有中国这个民族，有智慧，懂得教育，重视教育，热爱教育。把这个理念写在经书里面，建国君民，教学文献啊，建立一个国家，建立一个政权，领导人民，什么最重要啊？教育。只要把这个人教好了，社会上任何方面都好，没有不好的。啊，人是根本啊，制度是其次啊。啊，这个话写在《礼记》里面。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国家还是遵守啊。啊，不敢讲废除啊。满清的晚年，慈禧太后执政，对于古圣先贤教诲不尊重的。啊，这一不尊重就上行下效。啊，皇上不尊重的，底下大臣文武百官就随便了。啊，演变到现在200年，啊，几乎消灭了，在中国没有了，在日本也没有了。啊，日本在30、40年前，我们去访问，还有人谈起这个问题。现在没人谈了。我们知道社会乱了，人心变了，啊，变坏了。那佛法里面讲，境随心转，人心不善，我们居住的地球就成问题了，就灾变异常啊，这么多的灾难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拯救社会
要拯救地球，没有别的。啊，连美国布莱登先生都知道。啊，去年他在悉尼开会，他们谈到2012。啊，这个玛雅的灾难预言。啊，他说话了，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啊，不但灾难不会发生，这个地球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所说的实际上跟我们传统老祖宗的教训，跟佛菩萨的教诲没有两样。啊，你看佛教导我们断恶修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这佛教我们的。啊，如果这地球上的居民啊出现一部分圣贤君子，这个世界的社会能恢复，地球的灾病也都能化解。啊，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生活状况，经文上所讲的全是刚刚往生的凡圣同居土的这些菩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这个饮食习惯的习气还没断掉，才有这个情形啊。啊，经常这若愚摄食，这句话意味很深啊。他不想吃就没有了，哪有这个事情呢？啊，还想到要吃饭，刚刚求往生啊，这个饮食习气没断啊，他会想起来，想起来这个事情他就现起啊。你看餐具气饱薄气啊，薄气我们看注解简称薄，梵语为波多罗啊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啊，称作波啊，翻译为硬气，这也是省略啊，要说得清楚一点应该是硬量气。乃出家人盛饭食之器，就是我们里面讲的碗，饭碗啊。为什么叫应量呢？每一个人食量不相等，有人吃的多，他的钵可以大一点；有人饭量小一点，他的钵可以缩小一点啊。所以钵的大小啊，是自己的饭量，所以叫应量器。啊，那么钵的质量有两种，一种叫瓦钵，陶器的；一种叫铁钵。啊，就这两种。啊，铁钵呢，就是金属制造的。
啊，那么像现在这个寺庙里头有用不锈钢的，有用铝的啊，比较上轻啊，用这个来做布啊。但是现在用布吃饭的人少了啊，只有在传戒的时候啊，看到过堂啊，还使用这个啊，做一个象征。一般呢，几乎都不用，啊，都用啊，我们现在一般的餐具啊，这个簸箕可以用餐具来翻，来这个翻译这个意思，说自然在前，啊，我们有这个念头。这些餐具就自然在面前。汉语满中百味自知啊，啊，满是指钵里头，啊，钵里面饭菜啊，通通都有了，都满了，啊，是自然现前。若随意则至，业务无所从来啊，它是变化的，你心里想它就在你面前啊，就摆在你桌子上。啊，无所从来，你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，自然现前了。啊，说业无有供作者，没有供养的，也没有制作的，自然化身，是之簸箕饮食等等，皆弥陀本愿所感。啊，也就是阿弥陀佛本愿所成就的。啊，不需要造作，自然出现也。啊，百味饮食，百味指百种好味。有大论也，有人也，能以百种根供养，是名百味。啊，饼种数五百，啊，其味呢有百种，是名百味。那么在中国古代，啊，帝王吃饭呢，啊，帝王吃饭没有人陪他。啊，他一个人吃多少道菜呢？就是一百道啊，每一餐饭都是一百道啊，饭碗不大，小碟子啊，小碟子啊，要宫廷里面的啊，就有真有这个百味饮食。那么佛门里面的饭，肯定具足百味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托钵啊。啊，古人所说的一钵千家饭了，那个味就具足了，表示圆满了，代表圆满了。啊，托钵并不是我们托了马上就吃掉，不是的。
啊，我们先来看看南传的小乘。啊，你在泰国、缅甸看他们出家人，每一天出去徒步，那步很大。啊，上面有个盖，它是贴布。我以前在台湾有个同学从泰国带一个来送我。啊，那一波饭足够四五个人吃，那波很大，像小锅一样。啊，拖回来之后，把饭通通汇合在一起，然后再分而食之，真的是一波千家饭了。啊，佛陀的弟子1255人，每个人拖不回来，通通汇集在一起。啊，真是一波千家饭了。啊，吃剩下来的供养鸟兽。啊，决定不准留着到明天，留着到明天，怕饭食坏了，也吃了要生病。啊，每一天拖的，当天吃完之后就供养野兽。啊，供养鸟兽。又有人言，各种药草药果做欢喜丸，人饮食故百味。啊，也有这种说法。啊，这个百了并不是矮版的指定一本，也可以超过，也可以不到。啊，它是个形容词，形容其多。啊，药草，啊，药果，啊，这个做饮食呢，也称之为百味。啊，菩萨之果报时，与神通变化时有无量味也。彼土甘露味时，言可思议。啊，这是讲菩萨。啊，菩萨有果报时，有神通变化时。啊，果报时是怎么回事？菩萨应身在人间，像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。《梵王经》里头告诉我们，他这一次示现成佛是第8000次。啊，示现在人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不是自己的意思。应以佛身得度，就现佛身。啊，你像六祖慧能大师，这是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证得的，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。啊，世尊证悟之后，把他的境界说出来，用了27日，14天，在定中讲的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啊，如来在定中讲的。啊，是他所证得的境界。慧能大师在五祖藏诗里面去开悟的，悟了之后只讲了5句话，
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没有想到自信见性啊，没想到性自性啊，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染污。纵然你堕到三恶道，堕到地狱都不染污啊，本不生灭，真的是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啊。无足一听行了，衣钵就传给他了，他成为第六代祖啊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释迦牟尼佛讲了那么大的一部经啊，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说的什么，给诸位说，就是这五句：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这五句展开来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一浓缩，就这五句，同样境界。诸佛菩萨跟阿罗汉，在中国最近的2000年当中，应化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啊！啊，《大藏经》里头有一部《神僧传》，啊，那是示现为出家人，啊，佛菩萨再来的。那么他示现这个身，他要吃饭，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，有的一天吃一餐，有的吃两餐，有的三餐都吃。那叫菩萨之果报时，啊，另外一种呢，神通变化时。啊，偶尔也给我们实现。啊，像这个金山活佛、妙善法师，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。啊，他是在抗战时候，在缅甸圆寂的。啊，台湾乐观法师认识他，啊，还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，啊，对他老人家很熟悉，啊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他跟活佛在一起接受在家信徒的供养，啊，中午吃饭，啊，很多人端着饭菜面来供养他，啊，他非常欢喜，啊，当你面就把它吃完，这一餐饭吃了多少呢？吃了20多碗。乐观法师制止这些人，你们可不要害活佛，你们这样做不可以啊！啊，不要自己以为嘻嘻哈哈的说，啊，活佛接受你供养，你有福了，你不能把他吃坏了，啊，着急啊！活佛告诉他，告诉乐观法师，说了一句。不增不减。如果说是一听都呆了，不增不减，真的若无其事，2天3天不吃饭没关系，
一餐吃个几十碗也没关系。神通变化时，啊，这些都是教学，都是启发初学人的信心。啊，知道佛法不可思议，啊，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所以这个有无量位，彼土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甘露为师啊，甘露是形容天然最美的饮料，称甘露。前面我们学过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那是最美的美味，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想象。所谓乐味者呢，只是顺此方习俗，啊，此方帝王吃饭的才一百道菜。这叫拜为人师啊！食物食者，因彼土众生莲花化身，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本无饥渴之苦啊，故无食者，但为易落而食也。啊，这就是真的事实真相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，它不是血肉之身啊！啊，我们这世界这个身体需要饮食来营养它。啊，这是个机器，它需要能量，能量从哪来？从饮食里头去摄取。啊，来滋养这个身体啊！极乐世界不是血肉之躯啊，那莲花化身，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这个前面都学过。啊，身的相好庄严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。啊，他不需要这个饮食摄取养分，不需要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初禅以上不需要饮食，啊，他们的寿命长啊，太长了，啊，他用什么来养身体？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他们是禅悦为食。让我们想到古谚语有句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欢喜啊，啊，他们的能量从哪里来？能量是从自信里头，自信本具的等等，自信能生万法，一切法的能量都是来自自信。
啊，我们也不例外啊。可是我们还是个间接的，不是直接的。啊，直接的人不多，有修行功夫的人直接的。啊，一般普通人是间接的。间接从哪里？从太阳来。啊，你看看，这个地球上，树木花草、五谷杂粮，都要摄取太阳的能量。啊，我们人也不例外啊。啊，太阳给我们充电了。啊，太阳的能量从哪里来呢？从自信当中来。啊，修行功夫得力的人，直接摄取自信的能量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啊、菩萨，他们都有这个本事啊。啊，不需要人间烟火之事啊，不要这个事物。啊，又何况他们的身清虚之身啊，无极之体啊，本无即可啊，这个即可的现象没有啊，他们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啊，哪里要这些东西呢？啊，所以这些饮食现行完全是稀奇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时间还很短啊，有时候偶尔想起来，哎，没吃饭了，没吃东西了，偶尔想起来，只要你一动念啊，这个饮食就摆在你面前啊，不想要呢，不想要就没有了啊。我们看这底下的注解啊，就但以一乐而食，见色闻香啊，以意为食，不是真的吃了啊，见色闻香他就满足了，不需要了。由此妙事，具正上用，能正色力而无边慧。啊，这里面在现前，它也摄取能量，啊，也起一点作用。啊，复行彼土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悉皆超世悉有。实在讲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！显示出西方极乐世界万事万物啊，都是我们这个设法界人间天上所没有的啊！你到极乐世界都能看到了又设者身心柔软，于此妙味也无贪著啊，不会让你起贪心。我们这个世界饮食会让你起贪心啊，这就是起贪心引起烦恼啊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啊，一切法都不会引发你的贪嗔痴啊，只帮助你提升你的戒定慧啊，绝不会有副作用。
本经菩萨修持平忍，于所受用啊，皆无失去。你看，一切受用啊，无有失去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。为什么不需要有这种心念行为啊？你有这个念头它就现前，没有念头它就消失了，这个多自在啊！啊，跟我们这个的时间不一样啊！啊，有时候遇到心里欢喜的啊，失去了之后再得不到了，极乐世界不如是。你想他就来了，不想他他就去了。啊，又云：舍离一切执着，故无所我为主。啊，对于饮食，决定没有执着，决定没有贪念。摄息吃完了便自然化去，就没有了。啊，也不需要收拾，也不需要洗碗碟。啊，于是时呢随意佛性，这个于是就是习气。啊，你什么时候想到它就有现前。你不想的时候它就没有了。一切自在无碍。由此经文正显往生论中庄严受用功德成就。啊，这29种成就啊，功德成就我们在前面都学过。寄云：爱要佛法位，禅三昧为师。这句话讲的是真的啦。西方世界的人为什么不吃饭？为什么不喝水？他为什么不饥不饿？他是闻法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堂里面讲经说法，没有中断的。因为极乐世界没有白天，没有晚上，它一片光明，它不需要日月。啊，佛身放光，每个人身都放光。啊，花草树木放光，宫殿放光，大地放光，没有不补光，光明世界。无量的庄严。啊，你看诸佛称赞阿弥陀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讲经说法教学没中断，你听经闻法也不中断，他成就快啊。啊，所以你不可能懈怠啊，你不可能中断啊。我们这个地方再用功的人啊，晚上睡两个小时四个小时，睡两个小时中断两个小时，睡四个小时中断四个小时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，你到达那一天，到你究竟圆满成佛，你的学习不中断，而且是福慧双修。啊，清净
诸佛如来，清净诸大菩萨佛宝啊。听闻讲经说法，增长智慧呀、所以到极乐世界，福慧双修啊。我们看底下论注啊，《往生论》坛然法师的注解：是故心大悲愿，心是心起啊，这是假阿弥陀佛，心大悲愿，愿我国土啊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，以佛法，以禅定，以三昧为师，这他不需要这个世间的饮食啊，永绝踏实之劳，其他饮食要人工啊，要有人去做啊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啊，他以闻法，法喜充满。长生欢喜心啊，以禅悦啊，三昧跟禅定，禅悦就通通代表了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，别人来设计啊，别人来烹调，没有这种事情。爱要佛法位者，如日月灯明佛说《法华经》六十孝记，十会听者一坐一处，六十小节未如是情，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谢绝。时间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时间的长短是你分别执着造成的。你如果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时间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现象现在科学家知道啊，他也给我们说时间是假的，不但时间是假的，空间也是假的学大乘的同学们，很多人都学过白法明门论，天清菩萨造的啊，弥勒菩萨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660类啊，660类也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头啊，天清菩萨认为660法太多了，对于初学的人呢不方便啊，把它浓缩归纳成为100法啊，叫百法啊，100法好记啊，好学 啊，这100法里头又分为5大类啊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、无为法，这又分这5种啊。那么时间跟空间都列在不相应行法这个项目里头
啊，不相应刑法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啊，所以它不是事实，它只是抽象概念而已。你看日月灯明佛，说《法华经》多长时间？60小劫。一个小劫是多长的时间？佛在经上有很多种说法，最普通的说法就是增减。佛说人的寿命最短的时候10岁，就是讲平均年龄，10岁是最短的。每100年呢，加1岁，加到84000岁。84000岁是人寿命最长的，就平均寿命。从84000岁每一年减1岁，又减到10岁，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，60小劫。这样一增一减60次啊，佛告诉我们20个小劫是一个终劫，4个终劫是一个大劫。这个大劫就是这个心系尘诸坏空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当时听经的人大家都坐在一起，60小劫就像什么如实前，就像吃一顿饭的时间啊，他们的感受怎么这么快？那饭还没吃完，怎么60小劫过去了？爱要乏味呀！人在欢喜的时候，就嫌得时间怎么这么短；人在痛苦的时候，就感觉到时间怎么这么长。痛苦的时候，度日如年呐！可见的时间长短不是个定法啊！无有一个人若心若身若行而生谢倦，你就晓得这闻法是多么欢喜。没有一个人感觉到身疲倦、心懈怠，没有。这是法喜。法喜是能量啊。法喜的能量是直接从自信里头来的。摄取自信的能量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听经法喜充满。读诵法喜充满，特别是这部经那么你读这部经，听这部经，换句话说，等于说你摄受极乐世界的能量养自己的身心。不需要用外面的这个饮食啊，不需要啊。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，很少。
啊，有人很多年不需要吃饭，啊，只喝水。啊，从水里面摄受能量，当然一定还从其他地方摄取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人的身体血菌不能支持那么久。啊，他一定有他的方法摄取能量。啊，来养自己的身心。以禅定为实者，以诸大菩萨常在三昧，无他摄也。啊，这个是四禅天人以上。他们五欲断掉了，财色名食睡啊，通通断掉了。常在定中，定中的境界快乐啊，所以叫禅悦为师。啊，法喜充满了。三昧者，这假设三昧，别诸天人若须摄食，不为佳肴罗列在前，眼见色，鼻闻香，身受食欲，自然饱满。啊，他有没有吃？没有。他看到了，闻到了，啊，非常欢喜，那个能量摄取他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吃了。啊，自然饱足。这些事情我们在习俗当中供鬼神很明显的能体验到，啊，供鬼神饭食为多，供饭就可以了，同样是这一锅煮出了饭啊，你盛一碗饭，这碗饭供过鬼神的，再盛一碗饭，同时盛出来，那一碗没有供养过鬼神。啊，你把它放一天，放到第二天，供过鬼神的饭呢，味道很难闻，馊了，坏了。没有供到的鬼神的那个饭呢，还挺新鲜，哎，还很好吃。什么原因？鬼神见到了、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，他吸收过去了。啊，这个现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。啊，那么供佛菩萨的也有这个现象，比鬼神的好。啊，实际上佛菩萨有没有吃的？没有。谁去享受呢？大概是一些护法神。佛菩萨不需要啊，但是护法神他需要。十七
以化去，吃完之后就没有了。若需复现啊，如果你再需要的时候，它又现前了。其事在今，这个事情记载在经典里头啊。是故言，爱要佛法为也，禅三昧为是。这讲的是自在啊。我们读的这个经本，知道这桩事情，回头想想我们的饮食多麻烦，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？不是去不了啊，极乐世界很容易去，只要你遵守经典上讲的方法去修学，古来许许多多人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一般不超过三年。你就能取得极乐世界。一般人修学净土不能成就，来生还继续搞六道轮回，什么原因？对六道放不下，以为六道还不错，对六道还贪念，那你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啊！你出不去了啊！如果真的你要认为经上讲的事情全是事实，字字句句都是真话啊，佛不会说假话的啊，你肯定，你真信，真正想去，你决定能成功。啊，我寿命还有，可以不要了。我提早去，这样的人很多，我们不是第一个啊，有利可远呐，啊，寿命不要了啊，欢欢喜喜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念头真正决心下定，这个世界舍干净了，阿弥陀佛就现前了啊，他就来接引。下面一段想一自在，复有众宝妙义，冠带璎珞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啊。一般人所担心的饮食、衣服、居住的环境啊，人生在世没有一个不想到这三桩大事啊！啊，怎么比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！极乐世界一切都现成的。是我们的老家，弥陀是我们的慈父，天天在召唤，希望我们回家啊！我们在六道是流浪啊，非常辛苦啊！我们看注解，这好懂，又名衣食受用自在啊，衣食衣服
啊，诗是装饰，指这些璎珞等等。啊，冠帽子，戴是衣带。啊，璎珞，印度贵人男女，边玉以悬于身为诗，名璎珞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，啊，都不难懂。如是一时皆以众宝合成，故言众宝妙意等等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跟我们世间宝不一样，我们这个世间的宝一般呢，这个质料都很坚硬啊，像金银、琉璃、玛瑙啊，都很坚硬。而西方这些宝呢，它柔软啊，可以做布料、做衣料啊，黄金可以做一样，非常柔软，像丝织品一样。啊，白银、水晶都那么柔软。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说是他们的衣服众宝合成。啊，称之为众宝妙意，既是众宝所成，光色就微妙。啊，如观经所说，夜夜宝中啊有五百色光。是故啊，无量光明。啊，身放光，身上穿的衣帽啊，戴的这些装饰都放光啊，是故无量光明。又云夜夜光明啊，八万四千色，是故百千妙色啊，所云百千呢，改极言其多也，宝光妙色，实在是无穷无尽啊！又色中啊，佛方光明，如观经云，你看。琉璃色中出金色光，玻璃色中出红色光。玻璃，佛经上讲的玻璃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晶。啊，古时候没有玻璃，玻璃是人工造出来的。啊，琉璃，我们中国人讲翡翠，绿色的玉，透明的，啊，西方世界的大地，我们这个大地是泥沙，他们的大地是琉璃，啊，所以地也是绿色的，非常之美，透明的，从上面可以看到底下。啊，宝中出光啊。故知光色重重无尽，如是一时具足庄严，自然再生啊。
我们中国人讲心灵富就止了，福报如是啊，非因造作，没有造作的，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制作啊，你想自然就在身上。随心所欲啊！可是这句话我们要听明白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同居土里面有习气，同居土有九品，习气最重的肯定是下辈啊，下辈上生，下辈中生，下辈下生，这习气重，中辈习气可能就没有了啊，上辈那就不必说了，没有这个习气啊，又何况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你就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了。那这些依着是自然的，并没有想象，也没有想象什么颜色，也没有想象什么质量，自然在身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中国人谚语所说的心灵福就到了，这福报自然现前。没有任何作为。同时这里头还有个因，弥陀本愿威神的成就啊，再次加上自己的福慧，完全是自然现象啊，没有想到啊，啊，也不必去想啊，一自在啊。再看幕后这一段，居住自在，所居舍者，趁其形色，宝王米夫啊，悬珠宝林，奇妙真意，周边教室，光色黄耀，静极严厉，楼观兰春，唐虞房郭，广厦泛方圆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这一段说明居住的处所，受用具足啊。舍者是所居的房屋啊，所言宿舍住者啊，趁其形色者会所言啊，这会所里面说形呢是讲大小，色呢是讲青黄等色啊，盖指房屋的形体与彩色相调和，或是舍者的结构、大小、颜色等等，介于
住居者的形色相称，故形状称身如意，色彩呀悦目赏心，极其形容其美好。西方世界，并不单调啊！啊，真正是我们世间人称之美轮美奂。啊，美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无法形容，又没有人设计，又没有人制造，为什么会那么美？如果我们思维它的根源，实在讲呢，同学们心里头都有数，弥陀本愿威神的成就，自己所修福德的对称啊，自己在里头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，一切受用，正报依报，无不是自然的。而自然成就的，自己一定非常觉得舒适快乐啊，与你自己的所修学的确实它对称啊，譬如说你修行到哪一个阶位的菩萨，所现出来的境界一定跟你相同。华严经上菩萨51个阶级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都能够证得。决定成就圆满，圆满是妙觉。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十法界。啊，同居土是人天六道啊，我们这边有六道，它只有两道，只有人天啊，魔鬼出生地狱没有，修罗罗刹也没有啊，只有人天两道啊。啊，方便土里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我们四圣法界。都是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啊，所以都称之为阿惟越之菩萨。真正阿惟越之菩萨是十报庄严土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佛加持的啊。41位法身大士，华严经上的
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等觉。啊，他们在那边修行呢。现在我们知道，他们修行功夫没有间断的。啊，无量的法喜。啊，快速的圆满成就。现在我们看注解，又名住所。啊，这边的前面这些经文，啊，说明菩萨们的住所，受用具足啊。舍者所居之物啊，所舍住者，趁其形色者啊，会所里面讲大小、青黄等色。这个里面含的有深意。西方世界一切受用啊，无不是自然，无不是信德流露的弥陀的愿力啊，愿力引发自信的信德啊，帮助我们得到如此殊胜的受用啊，样样称心呐、啊。宝王有宝珠连缀，而称之罗王。罗王多半覆盖在宫殿的上面。啊，在宝树的上面，以为装饰啊！啊，弥服遍盖，啊，悬是挂着的，宝莲，珍宝所成之风铃，随风能发微妙音声。这前面我们读过，音声说法。演说妙法，奇真啊，奇妙真意，奇特美妙珍贵，稀也稀奇啊，这是赞宝林中啊珠宝之殊胜啊，周边遍及无余。在极乐世界，处处你都看见了。啊，交实者会所说相交状实。啊，相互交织在一起。啊，状实就是啊，跟现在讲的这个状实意思相同，黄药。黄者光辉啊，药是照耀，如上所云，光中有色，色中有光，互相应是故曰光色黄药也。严厉，严是庄严啊，厉是美好。都是赞叹居住环境的美好
啊，唐虞，唐是殿，古云唐，汉代以后成殿，所以殿堂两个字常常连起来在一起。啊，虞是屋檐，啊，屋的边，我们中国人叫屋檐。房，这是住址，又堂中之正堂啊，堂之中啊为正室，左右曰房，这是中国古老的建筑。啊，阁是楼阁，阁就是楼。啊，广狭、宽窄、方圆呢，方形与圆形。啊，旷者方圆，方形与圆形，又凡以直线连缀者，皆设于方。弧线形成者呢，那都称之为圆。啊，例如扇形，啊，扇形是间有方有圆。啊，扇的弧是圆形。啊，但是扇有个直角啊，那是方啊，是与方啊，大小高下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夜夜随人心意，随念显现，如无疑月，所居七宝。是这中游在虚空者，游在地者，中有余令设置最高者，设置极高，中有余令设置最大者，设置极大，中有余令设置在虚空者，设置皆在虚空，皆自然随意呀，在所作为，故知彼土设置之形状、颜色、大小，以及深空在地，夜夜皆如人意，应念而现。这些经文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无有一法不是性德的成就啊！所以经里面有很多谕令，我想怎么样，西方极乐世界人还犹豫吗？啊，还会去想吗？我想怎样怎样，那就变成凡夫了。啊，那个世界人从凡圣同居土已经远离分别执着。应该是没有想了，没有想。为什么有人喜欢住大房子，有人住喜欢住小房子？那是什么呢？还是在他方世界的习气啊？确实，有人喜欢住大房子，有人喜欢住小茅棚。啊，尤其是长时期的习惯，阿赖耶识里头，习气种子很深呐。啊，这些介绍多半都是讲的凡圣同居土。
方便有余土力决定不是这样的。那你要去看他们方便土，看十报庄严土，那没法子形容啊，真的是大经里头常说为正方知，你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啊。谁见到了？凡圣同居土的人，他见到方便土，他见到十宝土啊。虽然四土在一起，常寂光土是离体，知道没有分别，没执着，啊，同居方便十报土，虽然在一起，不一样。啊，那么我们晓得极乐世界叫平等世界，每个人身都一样，还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最难的是身啊，相貌相同啊，跟佛一样啊，啊，生活环境怎么会不一样？啊，十报土的习气没断，就像前面饮食一样。但突然想到，他就现前，居住环境也不例外。习气所现的，啊，说明极乐世界的神通自在。极乐世界神变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要从这个上面去理解，在极乐世界真正用功的人，真正想早一天成佛的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不立讲堂啊，弥陀的讲堂说法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不是像我们的一堂课一堂课当中还有休息，他没有啊。啊，他们不需要饮食，他也不需要休息，他们有疲劳，不没有疲倦，他也不累，永远精神饱满，而且同时在讲堂听老师阿弥陀佛讲经教学，还可以同时分身到十方世界去参访诸佛如来啊，供佛闻法，分身去的呀啊，自己的身啊还在阿弥陀佛面前没离开啊。那分身能起作用，不是说分身不起作用，分身跟本身起同样的作用，修无量福无量慧啊。啊，所以他的成就非常快速啊！啊，至于这些衣食住行是给十法界众生看的、表演的啊，给他看些是什么？让他生羡慕的心。
啊，让他兴起对阿弥陀佛的信心、正信、发愿、念佛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些表演没有一桩不是诸佛如来代替弥陀招生，这招生广告里头一个项目啊。啊，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三车的比喻一样。啊，喜欢小车的洋车，啊，洋拉的小车。那喜欢路车的，哎，就给你实现路车。啊，离开火车之后，谁知道全是大白牛车。啊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。啊，路车、洋车是佛用的一种手段来引诱你，你所得到的出乎你意料之外呀。啊，西方世界实际上状况能说得出说不出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，又唐一曰：“于众生前，自然出现，人皆自为过诸过除其功。啊，如是无量众生，则有无量功殿，互如互融，彼此无碍，正行四事无碍之法界。”这是真妙不可言。这一段不能不做解释啊，不做解释我们看了会迷惑。那现在时间到了，这个底下这一段呢，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。